Hello， 大家好，我是新闻系 Linda， 然后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找回加路兰。有人，你有用吗？有人知道加路兰是什么东西吗？要不要猜一下？有人知道加路兰是什么东西吗？一个原住民部落。好好。哈，你抽什么？你抽什么？好好好，我讲一下加路兰是我们部落的名字，然后它阿美族是嘎鲁鲁岸，然后它的意思是洗头发的地方。对，好。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加路兰在哪里，可以帮我点那个链接。好，这边是那个我不加入了，然后哈，你们知道美丽湾吗？你们知道美丽湾吗？没有人知道美丽湾吗？知道在哪吗？大概知道。都兰旁边。对对对，在都兰旁边附近。然后有人知道那个富冈渔港在哪里吗？对，它就是在美丽湾跟富冈渔港的中间，算是它的中间。然后小小的一个部落，在这边。好，帮我跳回去，谢谢。好可怕哦！好，然后我继续讲，我不是从小就是在我们部落长大，我是在台北出生，然后可是我妈妈是加路兰的人，所以就是我们过年还有丰年祭扫墓的时候都会回去，然后因为我外婆生了8个小孩，然后我表兄弟姐妹很多，大概20-30个，所以就是每次回去就是觉得，就是很难得才可以见到大家相聚在一起，所以我觉得那也是我的家。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影片，帮我按下一页，下一页。等。这是我们去年12月才完成的影片，然后是由我们刚刚四个上来介绍的四个人一起，还有一些人没有，今天没有来，然后一起拍的。Thank you.
希望上升的环境在那里应该很清楚。最近这几年，一直消失了。
不管是环境的关系还是基层的关系，我不晓得。因为我觉得部落里面的年轻人，年轻人应该是蛮多的，他们都在外，然后听到一些声音想回来，然后回到部落里面做什么不知道。所以，我是希望在外的年轻人没有，而且是或许是外面没工作，外面不温暖。我台风加入来这边很温暖，我们可以让你回来。真的是到时候因为人看不到，所以不知道做什么事。如果人青年回来的话，就知道我们可以让他们去找要做哪些事情，跟外面去做一些事情。大概讲一下那个迁葬事件，让你们更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土这一块地是我们的传统领域，就是我们嘉鸾的公墓，就是我们的祖先都埋在这里面，就是原本是就一整片都是。然后大概是从前三年开始吧，台东市公所他们就是以要发展地方观光的名义，要求我们部落族人把我们祖先的坟墓迁到别的地方，因为他们想要在这上面盖一个公园。之类的，对他们也没有讲他们的具体的规划是什么。然后他就是先叫我们把它迁走，但是因为第一个这是我们的地，而且这是我们祖先就是埋葬的地方，我们怎么可能把他们迁走？就是把他们的骨骸挖出来，然后迁到别的地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到去年就是这个时候。去年9月30号，他们就是市公所就派人强制开挖土机怪手，然后就进去破坏我们的公墓。对，他们就直接先做，然后那一天做的时候，这个公文是没有的，等于说部落主人是在完全不知道情况之下，然后就莫名其妙就看到自己的土地上面有怪手挖进去，然后开挖，然后这个公文是10月2号，他们。大概他们挖完3天之后才自己把它贴上去的，对。然后后来我们拍摄期间大概是11月到12月，然后我们12月7号第二次去的时候，刚好就是那天刚好我们也就是刚好我们要去这边拍纪录片的时候，刚好看到他们又自己又进来挖，就是要进行开工的动作，就是很巧被我们看到。然后那时候。就要求他们停工啊，对，然后还有下一张，好，等一下，然后到了3月，就是他们从12月到3月都就是都没有动作，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让他这样荒凉这样子，然后都没有动作。到了3月，就是上上礼拜，就是又有部落的主人说他们看到又有挖土机进去动，然后因为其实我们部落是以前是一个很大的部落，你刚刚看到一个手画图吗？在影片里面原本是彩色，那个是很久很久以前，那一整片就是整块都是我们属于我们嘉鹿兰的传统领域，然后到最后黑暗就是只剩一个小小的嘉鹿兰，对，就是因为其他地方都被政府征收出去，所以人口都外流了，所以到现在。我们以前繁荣的时候，大概部落里面大概有300多户，然后现在只剩下20几户。然后年轻的人口就像我一样，大概都是外流到都市工作或是读书，然后留在部落里面的只有老人，然后还有小小小的小孩。然后
然后三月就前两礼拜他们又进去玩，然后因为部落里面的主人大部分都在上班，然后没有人可以第一时间去反映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打电话到台中市公所，然后我就因为他们没有发公文，他们这次也是一样没有发公文，所以等于是大家真的是不知情的情况下，然后就莫名其妙，然后我就打电话，我就因为你刚刚看一个杨科长嘛，他是台中市公所原民科长，他自己也是原住民，那我就打电话说，我要找杨科长，然后他就说，那你是哪边要找？然后我说，那我是加鹿兰的钟小姐，然后我就说，请问是杨科长吗？他说对，然后他就说，哦，我就说不好意思，我就说，请问你们今天是有开怪手进去挖我们的土地吗？他说，哦，没有啊，我们只是在测量。然后他就说，我就说测量，然后我就说你们怪手都已经开进去了，这叫测量嘛？然后他就说，哦，我帮你问一下，我等一下打给你。然后他就挂我电话，结果大概再过五分钟，他都没有回我电话。然后我再打电话过去，他就说，哦，你要问工程科的啦，这不是我的范围，你要问工程科。然后我又打电话去工程科，然后我就说，请问你们今天是就是又开怪手进去我们的土地上面这样要挖这些东西吗？他说没有，他说我们只是在清理地表，他说他们要清理这些石块，然后让我们扫墓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然后我就说，那你们有发公文吗？他就说没有。我说为什么又没有？你们已经是第二次没有发公文，然后就自己就是先斩后奏。然后他们说，哦，这是我们的疏忽，什么就是很随便就这样带过。然后我是觉得，就是你身为一个政府，你应该是要为人民发声，而且你们自己，很多人都是原住民，然后自己不帮自己的人，然后就让，就是为了要发展地方的观光还是什么样，然后就要牺牲原住民的土地的权利之类的。对，然后现在危机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原住民土地的流失，像其实不止我们部落，像是我们刚刚有还有另外一个同学脑蜜，他是花莲光复马太安的部落，他们自己部落也是有一个土地，然后也是花莲县政府很积极的想要把那块地就是在上面盖一些建设，可是那是他们部落一年一次办丰年祭的场地，那如果盖上去以后，那他们丰年祭要在哪里办？对，然后再来是地方政府对原住民文化的不重视，就是虽然他们每次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像在消费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很像有积极在推动就是帮我们宣传丰年祭这个活动还是怎么样，但是实质上他根本并没有对我们做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反而只是就是一直要把我们土地抢回去，那我们就是因为土地对我们来说，原住民来说很重要，就是因为那是我们的根，就是那是我们以前祖先生活的地方，然后也是一个我们现在的人跟以前过去的祖先一个连接的地方。那如果你把我们的根拿走，那就土地拿走，那就没有人会住在上面，那我们的文化要怎么保存下去？对，就是我觉得。对，然后最后一个要讲的是，原住民迁移意识，就是这个图是，从我们就是那个公墓上面可以看到的，风景，就是很漂亮，所以台中市公所可能就是想要利用那块地，因为那块地可以看到这么美的风景，他们可能想要盖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对，然后我是想说，我们那时候拍这部片也是希望可以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台湾土地就是原住民，特别是原住民的土地，还有很多地方的土，很多其他族群的土地都是在面临这样子的危机。然后，因为像是因为我们部落里面的现在人真的很少，然后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年轻人的力量回来部落，帮忙部落就是有一个重新找回自己一个内部的组织，这样子才可以跟地方政府。就是有一个窗口可以沟通，因为那些老部落里面的老人，其实他们也不会讲中文，不会讲得很清楚，对，然后只会讲自己的族语，然后你给他看公文，他也看不懂是什么，所以这是比较不公平的地方，所以希望，部落里面的族人可以回去自己的部落看看到，现在部落有没有什么危机，还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